小驴胆小啊，掉了掉了掉了吧，掉了吧，掉了吧。啊，他套着这驴了不吃料，喜欢吃这个。什么叫抄地儿啊，哥？ 吃完吃个再吃呗，嗯。小香哥，适合的地方就可以了，你这么吃点干。这边。 这味儿，坏了吧？瞎点儿。跑你家六层一个是吧？我，那些跑你家六层的是吧？我六层一个。哦，我接着。坏了，看小子坏了。嗯。嘛跑六层了？你回去。又是两层分层了是吧？对。你看这是。啊？人家跑你家六层的。我六层干嘛嘞？跑六层，你六层那个那说，骗走了。在这住来是吧？他没回的呀。 这边还得住了，多大个呢？三十多了，起码那还是个东门了呢。好嘞，抬起腿来。哎呀，你看，那么大块，没见过这不？多少年没见着了？才7岁啊？10年了。那时候这得3万，多少年？把口缝上了啊。 我这人干嘛？养活不起，是不是？养活起了，也是正多着的。好吃驴肉也就是。好吃驴肉就是。嗯。哎，这是不是也会了？我没有，我天生没长出来。 这个励志不赖，就是那事儿了。蹄子忒白了，哦，白了很。嗯，好嘞，好嘞。好了，就好了，走吧。这个，这前面大哥都九九八了。嗯，下得劲了啊。嗯。绿大棍儿了。嘿，发了个棍儿。哎呦，真是。